哎，大家好，今天是六，初六，六就是我们这三六九集，大集，对，我们赶集来了，我们赶集来了，嗯，没有什么可买的，我说那也是绕一圈，上次赶集新鲜，好几天没来集了，是，那你没来，那天我你自己来的，我自己来的，买的血里红啊，这些东西。顺便绕一圈。冰激，现在人不都，先没到点呢。到，我的天！啊，没那早。咱们这没有，那都快九点了，那集都七点多钟就有了。咱来的，还算早啊，也不早也不晚，正好，也就是人的高峰期吧，可以这样说。现在不是吧？不是，是高峰期吧？让进吧，那个，让进吧。挡着呀，挡着呀，挡着呢，挡着呢。哎，让进。哎，我说嘛，我今天痛快这个地方。哦，那天我看见三角梅了，我想买三角梅。哎呀，行，姊妹们，这干啥？咱这做的不行。哎，喜欢啊。这喜欢的开花呢，开花，开花。就瞧瞧那一车特别有意思。对，行，好嘞。怎么这样各行啊？你看我不用买了这么多的大萝卜，五毛啊，大葱怎么卖的？大葱十块钱，哇！咱们种的葱吗？大葱不错，摘的还多也，咱们两口，那南方的葱呗，刨了一堆，咱们两口啊，多买点放干葱，这不到时候了。是啊，这个油炸的吃，对，炸的吃。还是炸黄花鱼好吃，36.5，36啊，买的带鱼，赶了个集，买了这么多的五花肉，我买这五花肉是为了做脆皮五花肉吃，我要请小好他们，请小好跟珊珊他们，我做个脆皮五花肉，请他们吃我的手艺，看看我的手艺怎么样，所以买的这些五花肉，这五花肉长还是不错的，看这五花肉怎么样，还是挺好的，不过这个一样18块钱一斤，只要发现有毛的地方，给它刮一下，拿这个刮刀，一刮刮没了就。这毛一点都没有了，可干净了。拿这个刀片儿，全部给它刮一遍。又买一个盆儿，这是必须要切下来的。哇，这个太美！
放点葱姜，然后再买姜了，葱姜蒜，锅的葱姜蒜，放点盐。放酱油，加点料酒，这就是腌制的过程。再放点这个是啊，就这样的。还没有真给它扎个眼儿，因为它没有那样扎的东西，只有拿剪子，它有扎。腌制一会儿，完了以后，搁冰箱里。这时候我们又冬储大白菜呢。买了200斤啊，得卖。卖十，最少得卖10天半个月的。啊，卖十天半。那你种的好几亩吧？好几亩，在家那一亩。这待遇由老李来处理吧。买个萝卜，腌萝卜干儿，切成这么长的长条。哇，这萝卜甜吗？老百姓说这是水果萝卜。尽量切一样的，尽量让它统一。这么粗就行，看，这么粗这么长，然后在盆里。腌制一下，拿到外面。